哎，我们问一下小沈啊，这么多警种，您怎么就选择当了特警了呢？因为我从小我就非常的喜欢枪械，然后格斗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。戴墨镜儿。因为特警可以戴墨镜上班，喜欢帅主要是。特警和别的警种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的手机可能会跟别人不一样。当特警以来，我四年了，我手机没关过机。What? 我们要接到任务，你白天15分钟，晚上25分钟，必须要到达指定现场。我们的手机铃声可能也跟大家不一样，大家短消息可能就是滴或者滴滴叮叮叮，那我们的短信铃声肯定就是一首歌，而且要特别嗨的那种歌，比如说大张伟老师的洗刷刷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怕听不到，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跟女朋友看电影，一个片头还没放，短消息一响，一溜烟就不见了，女朋友一回头，人哪人哪，一溜烟嘛啊。